世上什么才关紧要？不开始也成功要建造，不必衡量自己价值大或小，也不是曾经奉献有多少，得到生命的主最关键要，这就是基督彰显主荣耀，所想所求满足主心意，他眼中看有价值最重要。我在世上什么才关紧要，不是只为传递有多高，无需炫耀知识才华多远播，也不是付出心血有多少，得到生命的主最关键要，活着就是基督彰显主荣耀，所想所求满足主心意，他眼中看有价值最重要，活在世上什么才关紧要，不为人格尊严去塑造，不为求得称许张扬根于心，也不要以为自己多重要，得到生命的主想所求满足主心意，他眼中看有价值最重要。我在世上什么才关紧要，不是给生命的主最关键要，活着就是基督彰显主荣耀，所想所求满足主心意，他眼中看有价值最重要，他眼中看有价值。